咻咻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安安，大家安安，究竟能不能顺利飞到呢？好像可以哦，我可以直接飞到哦。在哪里啊？很难飞那个鸟点了、啊，那个白点哦、啊，白色那个白点。哦，跑回来了。哎、欸，这个游戏摔到水里面会怎么样吗？不会啊，会哦，会怎么样？会弄湿哦。对啊，啊，被据点了。OK， 哎、欸，鸟点在哪？哦，哦那个海上，在那边啊啊啊！好多巨人哦。好多巨人，我觉得害怕。不怕不怕不怕，我也怕。我没有那个。我神经比较大。怕不怕不怕啦？不怕不怕不怕啦！看到水晶蟑螂。不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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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我脚声比你大。好怕好怕，我好怕。好了，我到了。都到了，开打了！哦、要不要一只一只赢啊 ？biu 三次啊！可以可以可以，缓速缓速，我缓速地板。我不怕不怕啦！我好怕好怕啦！我跑到那个树上啦！好像倒回头，好像倒回头。扛得住，好扛得住，扛得住。不怕，你说的，那。装备不好的，闪远一点哦。怕不怕啦？地上很多三三三在家，死啦！我一点都不怕。耶、yeah, ，我满血打死了。好，下一只。还有一只。咦，通通都来了。好，来。哇！来，走开呀、啊！不怕不怕啦，不怕不怕不怕啦。我好怕好怕啦！我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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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补不起来，我补不起来，我补不起来，等一下！这里有缓速地板，你们走一下缓，我慢慢补。我补。我有暗，我有黑分，我有分身，我都没用。等一下等一下，杰洛我来了。喝水嘞，喝水嘞，喝水嘞，他喝得很开心啊！他喝饱了。他去哪、啊？最后一只，最后一只，好下来，喝水嘞，喝水嘞，喝嘞，打我！一个，耶、欸，救人了，救人了！他跑哪去了？等一下，哇，在桌子上，在后面，在后面，没有，他隔壁，隔壁，隔壁，哇，这地基上人，不谢不谢，金色的弓。又是胸甲，好棒、哦！武器，我拿到了大，我有武器、啊，武器，我有武器了。在哪里拿？啊，跟地上找一下，地上找一下，地上找一下。地板没有啊？啊？你看一下，你看到你偷得了、啊，你拿到了、啊，你拿到了、啊，哦有哦我有哦哦我看到了，我大剑呢、啊？我要出师了！耶，精神魔法。技能去探险队啊，没事。目前，那我们要回去挑战那个塔了。走，带回去找那个塔报仇。嗯，好。那边没鸟。那塔在哪里啊？村庄的地走过去。那我们有那个水道，可以用那个用船，应该蛮快的。嗯，水道。它是在哦，你是从那边吗？哪里啊？在村庄旁边有一个湖，从那边开船过去。开船喽！来，团团，我们捉鸟。耶！走喽！捉鸟，我们要享受开船的乐趣。你看那个风光多美好，我喜欢景色优美中的风景。哎，素琴，对，素琴呢？我解锁到素琴是这个 NPC， 在哪里、哦？我看一下哦，
好，在村庄跟铃铛中间。村庄跟铃铛中间、哦。对。铃铛在哪里？在铃铛附近。嗯。啊，这里有鸟点啊、哦、要飞的可以飞我了。好, 好, 好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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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嘛，好好。哈哈哈。圣树琴，我把它留在那儿。欸、他是说他不需要，所以把那个神器留在那边。对啊，这有点奢侈。打野，不要钱的话。上面旁边有猫咪，可是是黑的、白的、白的、白的。哇！白猫，有没有黑猫很新？亮了，有八五九亿卖黑猫。黑猫，可以吗？没有。不行，我把你变黑，拿墨汁泼他。你们都鸟点都踩了、啊，踩好了，踩、嗯、了。好衝、啊，那个卡没有写型哎，还是它只是纯粹的副本啊？他进去里面打到 BOSS 就会摸到，就会看到了。哦，因为我没看到，我还是空白。哎呦，德拉尔德，这边。现在可以跟这边打了吧？嗯，打那个塔的用处就是它在顶楼会有一只 boss， 它会守护着一颗宝石，魔法宝石。它、啊、那个宝石要把它打掉，打掉的话，这个区域的所有的高塔的宝石都打掉的话，那个有一些地层的门会打开。嗯。然后我们要找的那个什么古物啊，就是在地层里面。嗯。嗨。门在哪里啊？你好，小青蛙，炸、啊、一刀就砍死他了。来报仇了，报仇！我们回来了，他的死了，我们回来了，哈哈！看我的大刀，等我一下啊，洋葱头是吧？有洋葱头是吧？直接上楼了，上楼了，牛是吧？牛是吧？牛是吧？啊，牛是吧？等一下，牛是吧？等一下，你们是玻璃死掉。你们还是玻璃大炮啦，不要啦！牛是吧？他们死光了。牛是吧？这宠物死掉了。哎、哇，痛啊！你也死掉啦！牛是吧？谁死了？没事，我没有。我看哦，原来是女巫睡掉了。那女巫睡着了。好走。嗨，你好。嗨，你好。哦，镭射光。啊！我晕了啊！不会痛。旁边雷射要打，旁边雷射要打。雷射、欸，这个女巫有点强啊，我快死了。打、啊！去去，手下救一下，吃药水，救一下，吃药水。快死了！喝水。打！打！咕噜咕噜咕噜。来了，装死你们！耶！打慢一点，我睡掉了。好，等一下。好。好，你们我们去楼下，大家楼下。啊，我的小虫虫吃掉了。好，在那边休息一下，我的兔兔嘞，我的宠物嘞，嗨兔兔，嗨，我的宠物睡掉了。你好，我叫兔兔。你是兔兔。等下就杰瑞上去先摸一下，我们再上去把他围死吧。嗯。四星的塔。我们现在就算可以蛮轻松打了。哎、嗯欸，我在顶楼。你先摸。摸到了吗？摸到讲一下。哎、欸，你有草莓鸡尾酒哎、欸。那可以养螃蟹。快来！哎呀，回血了！他怎么回血了？没关系，他一下就没血了。回零点而已，再回零点。你有没有注意看他的 ID？ 他的 ID 就是那个我刚刚讲的零叉零。哦。乱码，都要摸。再摸。死了。又是柠檬派。这又是柠檬。啊。我怎么没有？打掉。哦哟。有了，又是弓。啊，盾牌，烂盾牌。你有弓哦，那要不要拿一个你不要的给我？但盾牌好啊，
哎、大剑，雨月，你看不看大这把大剑有没有比较好？我看一下，亚麻靴子，伤害比较低，但血量加五十多。看你，我不要给我。算了。哇，你的弓比较帅、欸，火焰弓。我是一般的，这把样子而已。嗯。转蛋，目前还有哪里可以去玩吗？看一下、喔。我看到一个大叉叉、欸，哎、欸嗯，对，这个地图有个大叉叉，在海边。在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去拿，先去拿那个，那个素琴，素琴在哪里？等一下，我先回家。好，那我们回家。营地那边，哎、欸，这样很远吗？这样算远吗？靠边啊。在哪里？然后那个树形附近有一个二星的铁柱。等一下哦，感觉没有很远哎，我传那边好了。哦，我打算回家用鸟点了。我也回去了。你知道树形在哪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所以等你们飞到我再过去。你到了我们就过去了。我有看到啊，哎、欸，村庄在这里，冲过去。嗨，你好。现在三金两蓝。哦，好多在二金，我还有两个三只，我还有两个本。一小，看一下我现在装备等级，武器等级是五星，防具等级是四星。我防具等级三星而已，差不多。我防具我还有没有的、欸？是不是？看一下，还有没有？有颈部，颈部你们有吗？哦。有，我鞋子我没穿鞋子，我没有颈部，除了颈部以外，剩下都金的。哦，对，三星的金鳞哦。附近有那个吗？说附近有吗？知道了吗？等一下，我没那个钢好像没有。好，可以飞我。哎，等。嗯，快迷路，还没跑到吧？对，我飞到这边，我让附近飞飞看。我先村庄聊个天。好，你好。哦、他进那边也有村庄啊？没有，就是我在你旁边。新手村，我看错人了，看错人了。两只青蛙，会看错。精灵。附近没有女生点。嗯。我想说，怎么有个不能讲话？那是音乐。可以来了。好。准备哦，喜欢去湖边哦。我飞了，还没哦。你说可以来了，我就飞了。再跑一下吧。我来了，丢！阿基达可以飞我，我在旁边。好。一，安安。我看到树琴了，我看到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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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啊！耶！爽！哦，又有新的，这个石碑。嗯，树琴在哪里啊？嗯，哦，看到了。哦，是新的那个杜瑞亚岛在哪里啊？隐藏在杜瑞亚岛、哦、上面的海岛。这个石门，该不会就是你刚刚说那个全部都要破坏才能开的吧？不是。哎、欸，等一下他说的东西在。下一个区域啊，对啊，对，偶尔那种，很多这样子啊。但是怎么的速度我看不出来，你也太多血了。这是什么速度啊？下一个地区，谁用铃铛？哇，我用铃铛。之后如果我们要去打的话，要在那个海岸重打、欸。哎、欸，我们刚刚不是说有个地方没有那个竖琴打不开吗？嗯，对啊。哦、嗯，走吧。现在有竖琴的就可以打开了。可是那里是一星的。嗯，那是一星的，还是要开啊？不去吗？好吧，那就去喽。地窖去看一下吧，碰看看。那个地窖的话，科林地窖。科林。那就、走这边。先回村庄。这边有个天。
村庄在哪？我能找到村庄。再回去跟人讲话看看。草泥马呢？有没有草泥马？草泥马就出来了。岛屿，圣树琴啊！你好，我们能互相认识吗？不要。哦，我发现什么东西留在那里了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啊！啊！草泥马！我看到飞行伞了，花香翼的。花香翼，草泥马，你不要过来哦！哦，有啊，我也问到花香翼了。草泥马，你不要过来哦！哎，这边有个女神殿，你那里吗？对。好。可恶，草泥马竟然没有掉冰棒给我！太热了。发现完了，黑猫。哦，黑猫在哪？有几只？一只在哪里啊？ Yeah! 在哪里？在村庄旁边而已。哦，村庄旁边。哎、欸，这边有个草泥马，可以飞我了。有，我在飞下去。耶、yeah! ！我去草，我去采苗店。骑猫咪，耶、yeah! ！那你那个等下飞杰瑞，骑黑猫，耶、yeah! ！送货喽！骑黑猫不要给我过来。哎、欸，送货喽！噔噔噔，什么东西？哦，飞行点。嗯，你飞了吗？滑翔一点。哎，还没，等一下。等一下。哎咻，好飞了。杰瑞是吧？好，那我走了。好。阿基可以飞我。换飞一只。好。丢，我到了，我在转圈圈了。开门了！我的天哪、啊！没事，吓到。有人开门了。没事，我突然吓到。里面有东西吗？还就只是拿东西而已？拿东西？有没有救人吗？合成书拿东西没了，就低阶的东西而已啊。九、啊，好。没有，刚刚一打开门，一群骷髅围上来、嗯。哦，然后你一招就把他们打碎了吗？嗯。我喊救命的，结果把人家杀了。救命！他打我，在哪里？那个尸体。干嘛啦？啾啾啾啾！哦，哇，太离太远了，只有输了。来个小 IP， 别笑，别笑。你现在可以制造魔力装备了。就是绿色，可以造绿装，绿装，绿装，黑小，我们要打那个十字点吗？可以啊，那个大叉叉，